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卢广仲。上次跟天下杂志合作的经验是，我参加了《志气为未来战》的万人户外电影的演唱会。然后我那天有唱了《大人中》之外，我也有在现场看了那个影片，觉得非常的热血，然后也提醒我要时时刻刻记得去冒险，创造自己的价值。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作品。希望天下杂志 Video 可以在未来日子里继续扮演这种陪伴这些有梦的年轻人。我正在看天下杂志 Video。